直话直说，由卢军红台长为您主持。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8月26号，星期五，农历是7月24。好，下个星期三呢，就是7月29了，农历是我们的地藏王菩萨的圣诞日。好，那么下个星期四呢，就是初一了，希望大家多吃素，多念经。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喂。哎，他念得很好，打通电话都没听到。喂喂，师傅啊。啊，你好。哎呦，师傅给你打通了，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弟子给师傅请安。嗯，谢谢。嗯，祝师傅9月份的欧洲法会圆满成功，能够救度全世界更多的有缘众生，学佛念经，学心灵法门。谢谢。感恩师傅。嗯。师傅，我今天又有几个问题问师傅。第一个问题，请师傅开示一下，有的同修学佛遇到困难以后，有的人一个巴掌就能给打倒，有的人，在狂风暴雨，一个狂风暴雨就会被淘汰出局而退转，而真正修行者是决定要经受住各种考验。学佛要有坚定的意志力和道心，要有强大的崇佛的愿力和丰富的佛学知识来超越困难修行。请师父开示，超越困难是不是双倍功德？是不是也是修行的高境界？请师父开示一下，我说的不知道对不对。你听听看不就知道了，傻姑娘，你自己想想呀。西游记里边，唐僧9981难，最后取真经，对不对呀？对呀。啊，好了，那如果那平平坦坦的路，怎么能到西天去取经啊？在人间，你说说看，你就是不学佛的话，我问你有没有困难啦？是，因为他是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他是要经受。很多的考验和磨练才能啊，比在人间的成佛还要难，因为他要经受考验的，明白吗？是，所以要有很丰富的佛学知识和强大的这个崇佛的愿力，才能越过这些困难。因为有些人的性格，他就是注定了他的命，所以人的性格是最重要。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你要记住，一个人能够成佛不成佛，从小一看到老一半。很多人从小的性格就是这种，哎呀，好吃懒做的，他成不了佛的。有的人从小你去看好了，他以后成功的人，他总有年轻的时候一种非常非常超人的一种经历，对不对啊？啊，你比方说台长，我年轻的时候我想要努力，我要做三好学生，我就一定能做到。因为又要克制自己很多很多的自己的私人的利益的，对不对啊？对，师傅。啊，你没有克服他的私人利益的那种境界的话，你只想着自己的话，你哪辈子大起来怎么能够变成一个好孩子啊？很多很多人从小就会照顾别人，从小就会在家里照顾爸爸妈妈，大起来他真的到了公司里面去做总经理的呀。对不对呀？啊，这个东西从小一看，好吃懒做，喜欢怎么怎么怎么，还有他们女孩子嘛，被人家都捧惯了，弄坏掉了。还有他们就是从小年纪很轻谈恋爱，啊，家庭的不幸造成了他自己的放荡，啊，对不对呀？啊，然后呢，接下来嘛，这辈子嘛就肯定就完了呀。对。你想想看，学佛也是这样啊，动不动就退转的人，这种人学得好不啦？看看啊，看看那个我们的那个僧伽大师，你再看看东渡的，对不对？日本东渡的那个叫什么？一个和尚。是那个玄奘，不是，是那个就是那个地藏菩萨的第一个真身，那个叫什么来着？对，一下子脑子挤住了。
啊、哦，第一个真身好像就是在那个日本，对，好像是鉴真和尚啊，听不懂啊？啊，对，哎、对，好像是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你看看，经过千难万险，把佛法传到日本，对不对啊？啊对对对啊！你看看看，你看看我们的伟大的佛陀，看看观世音菩萨，看看我们的济公活佛，哪一个大菩萨不付出啊？啊，我们的是是是我们的那个我们的《西游记》的主人翁，还有玄奘法师啊！你看看哪一个？取经哎呀，很困难，很真人真事西天取经，很人很难、嗯。他有一句我非常就是崇拜的话，就是。只许向西，不可东移半步。嗯，他就是他。实际上，其实讲是他讲是这个话，实际上并不是说你走的路，而是说你心里的位置。只能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只能向西啊，对不对啊？你今天要想成佛，你只能向佛啊，你不能向其他的。对对。啊、对不对啊？历史上所有的伟人，他们都是经书。很多的困难超越过去才能变成伟人。哎、对呀、啊、对呀、啊，成伟人。我们学佛也是要这样。吃得起苦啊！成就菩萨，就是要超越这些困难的考验。嘴巴讲有什么用啊？呱呱呱呱！我看你倒蛮会讲的，要做的呀。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靠讲出来的，是做出来的，听不懂啊？是师傅。还有什么问题啊？哦，是。还有一个就是我想问一下，要是共修组的领导修得非常的好，因为在帮助众生参加法会太忙了，而单位时间少念小房子和经文，对自己的修行和天上的莲花有没有影响？是不是必须保证每天最少两到三张小房子状况下来帮助众生做这些就是帮助众生参加法会啦，一些共修的一些活动，这样对他们是不是会更好？请师父开示一下，因为我看他们太忙了，有时候耽误念经。一样，能够帮助众生的人，他就是在念经，他在现行当中在念经，听不懂啊？人家不在念经啊、哦、人家在救度众生了、不是念经啊、叫践行佛法、对不对？实践的践、行行为。那我明白了。啊、你去看好了，拼命度人的人就在那经文少一点。请师傅再开示一下，如果师傅看图腾打胎的孩子已经超度走了，在没看图腾之前就是已经许了给打胎的孩子小房子，但是看了图腾已经超度走了，这个小房子还用不用念了？看了图腾超度走了就不要念了呀。啊、哦、就不用念了哈。好的。然后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开示。师傅啊，还有一个帮同修解个梦，有个同修吧，梦见从法会回来，需要制作两个牌子，一个是无量无边福，一个是恶人开姻缘，这两个牌子需要有人发心制作。做梦的同修说见过这两个牌子，是红色的镶着黄色的边，像义工服的颜色。他想知道这个无量无边福和一个是恶人开姻缘是什么意思，请师父开示。很简单，无量无边福要叫你惜福。哦，听得懂吗？不惜福的话你就没福，有福的人永远有福，因为你不停的在做福、就是做很多的造福啊，造福于人间、你不停的造福，你才会有无量无边的福，因为你有无量无边的福，所以因为是你造了福了才会越来越多。后面那句叫恶人看姻缘，很简单、哎、为什么叫恶人看姻缘啊？很简单、啊，你这个人如果是不是一个好人，对不对啊？是恶人，对不对啊？是看还是开啊？恶人开姻缘啊，开姻缘，一个恶人的话，那你自己就是存在于因果当中，因缘当中，你出不来的。你今天做个恶人，你不会有善缘的，你不会开悟的，你就是在因缘当中滚来滚去。你在因缘当中嘛，就是在六道里面滚呀，滚不出来的。哦，对。听得懂了不啦？哦，对，好。明白了，师傅。
感恩师父开示。师父啊，感恩你，我一定好好修。师父啊，你上次开示点化我，我一定好好修，做菩萨，好好持戒，一定不辜负师父。我一定好好修，对得起师父。感恩师父，今天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开示。好。哎，感恩师父。好，再见。好，感恩师父。啊、哎，再见，感恩师父。喂，你好。喂，你好。喂，师傅啊。啊，讲吧。我打通电话了。好的，师傅，你稍微等一下。师傅，您好。马来西亚法会您辛苦了，感恩师傅。嗯，谢谢。师傅啊，我终于打通电话了。这今天没打通，好嘞，我要等到十月份才能打嘞。师傅，我问几个问题啊。讲吧。嗯，有位师兄问哦，他家里面有一个佛字的画，那个要不要请下来？这个啊。有个、有个佛字的那个画。画得像人不啦？画得像人不啦？那就是书法写的那个佛，应该没关系的。哦，没关系的是吧？嗯，不要太像人。好的，谢谢师。哦，不要太像人是吧？嗯。好的，谢谢师傅。嗯，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卫生箱师傅不是说不可以点吗？哦，在厕所里面。那有时候我们到那种公共厕所，有些点着卫生箱，我们能不能把它可以弄灭？不要管了，你不要去管了，嗯，不要去管了就好了、哦，不要去想，不要去管。你进去又不是做，又不是办公的了，你进去用完卫生间嘛就出来了呀，你还去把人家灭掉，哦、你这个吃饱、哦、嗯，像这种香点在里边又不一定是点给菩萨，菩萨也不会去的了，那么就小鬼拿呀，这种肮脏地方就是鬼去呀。菩萨怎么会去啊？人都不会去，听不懂啊？好，好的，听懂了，师傅。照你这样说法的话，要成立一个以后专门去灭卫生间的灭香队啊，一个个去。不是，我们听师傅开示过以后，进到这种卫生间好像有一点怪怪的感觉。是啊，也没办法，怪怪的人多呢。这个世界上怪怪的人，你解决得了不啦？身上有灵性的人，你没看见啊？嗯，好啦，感恩师傅，哎，感恩师傅，师傅啊，请师傅开示一下，对自己亲近的人挑剔，这个是每个人的本能吗？这是毛病。哦，所以亲近的有些人就是这种料，你跟对他越好，他越对你又挑剔，你人家对他凶一点了，看见人家点头哈腰的，这不叫本能，这叫奴性。哦，这是性格造就了你的人格，听不懂啊？嗯。台长对他这么好啊，他就哎呀，左不满意右不满意，被人家外面一骂了啊，这种不好的人一讲了，马上是，这种人我见得多了，有什么办法啦？对哦。哎，对哦。现在这样子的人真的很多哎，师傅。包括你老公。就是、越亲近。越挑剔啊，就是这样，因为里边还有一个缘分，就是因为过去前世的缘分、哦、所以也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嗯，明白了吗？明白了，师傅。啊，嗯，有位师兄还问哦，问了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想问问师傅，那个太上老君脱离六道了吗？师傅肯定的啦，脱离六道、啊、他是派都是人家常住在，等于常住在天道里边的，在救助众生、嗯、我就问你、嗯、我问你，派到天上的官，天官像很多菩萨，他带着天官，我问你一句话，那么很多人间的菩萨，他是不是菩萨啦？是菩萨呀。那济公菩萨当年在人间的时候，他是菩萨不啦？好啦，是菩萨。现在明白了不啦？那太上老君在天上，他就是没有脱离六道啊，人家派驻在天上，听不懂啊？
明白了，师傅。啊，我问你，玉皇大帝派脱离六道了不啦？当然了。好了，王母娘娘呢？也是啊。啊，人家派到那里，人家就是派在没有在不在六道，在六道当中，他就是没脱离六道啊。啊。是的。啊。谢谢师傅。嗯，谢谢师傅开始。师傅啊，嗯，还有一个问题哦，那个有师傅不好意思哦，嗯，那个有位师兄啊，他想把那个女儿的名字啊改成一个徐子涵好吗？子晴好还是子涵好？想请师傅再选一个。他女儿是属龙的哦。因为师父说名字里面有一个银字不好嘛，他女儿原来叫徐佳银，然后他现在就是找了两个名，银一塌糊涂，还要加上去更银，哎，对，哦，倒霉死了，哦，这种女孩子那么倒霉死了，整天被人家玩。所以今天很有缘分打进师父电话，师父啊，徐子涵可以吗？涵就是包含的涵。啊。还有一个就是徐子晴，晴就晴天的晴，这两个名字师傅您看哪一个比较适合呢？她是属龙的哦，女儿。徐子晴啊。对，晴天的晴。嗯，徐子晴，嗯，晴天的晴可以啊，嗯。徐子晴是吗？晴子涵，包含的涵，还有一个是儿子的子。一个呢前头比较广，徐子涵的前头比较广，徐子晴呢比较那个辛劳一点，但是呢比较平安一辈子，嗯，哦，啊，你随便啊，其实那个涵字呢，在那个阴阳五行当中并不是相生的，有点相克的，哦，啊，但是徐子晴呢，你像晴空万里，龙飞凤舞嘛。嗯啊，嗯，对不对啊？眼睛嘛睁得大大的，啊，天气嘛晴朗的，啊，嗯，这个青颜色嘛就是天空呀，晴啊。哦，那太好了，徐子晴这个比较好。啊。嗯。好了。那感恩师傅，师傅，感恩您。啊。嗯，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哦，有个老人嘛，他生前就是吃了40多年的素嘛，哦。但是临终昏迷了呢，他家里面子女呢，因为好像觉得他父母亲熬药，哎，他那个妈妈嘛，那个瘦的皮包骨头了嘛，临终肯定是这样，80多岁了，然后在他昏迷的时候给他开了荤了。那师傅这样子的话，这位老人他生前吃了40多年的素，那个是不是全部被破掉了？你说呢？一个人一辈子没结婚，最后结婚了。是不是结过婚了？是不是结过婚了？那师傅他们家给他吃开了荤的那些子女们，那个业很大的吧？那当然了，大业障。嗯。那师傅能不能什么办法能补救吗？这个没什么补救的，就是继续念经许愿放生，没有其他方法啊。哎，这真的是。嗯，是感恩师傅。嗯，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亡人，这个亡人在世的时候呢，他有三个名字，一个呢是身份证上的名字，一个是实名，还有一个应该是法号，但是平时呢农村里面别人都是叫他某某妈某某妈的，从来不叫他名字的。那么现在他过世了，那现在给他小房子竞争出的名字到底该怎么写啊？从道理上来讲嘛，应该是用他原名的呀，就是身份证上的名字嘛。对啊，他生出来的时候名字，这个名字的话应该就是天地都知道的呀。生出来时候的名字就是平时，那平时也没人叫他这个名字了。那不管的，就是取的他父母亲给他取的那个名字。对，这个名字因为是他的真的名字。哦，真名。那好的，感恩师傅。师傅还有跟您分享一件很法喜的事情，有位师兄有那天给您打通图腾电话以后啊，是他老公拨的，结果呢拨通以后他妻
妻子给您通话的，结果她老公本来是不信不念经的，那个跟您打通电话以后，现在是每天是好好念经，现在已经在念小房子了，师傅太殊胜了。加持厉害，加持厉害，加持力真的太大了，师傅。有时候很多人跟师傅见一次面讲讲话他就信了，是的是的，师傅。还有呢，您给我儿子改过名字以后，他现在是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真的很感恩师傅。好好努力啦，好啦，给人家讲讲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啊。好，感恩师傅，师傅您保重。再见。再见师傅。哎，喂你好。同一个师傅是有。喂。哎呦师傅啊。啊。一个师傅。啊。师傅你好呀，你辛苦了。师傅弟子给师傅请安。啊，师傅啊，真的很感恩，观世音菩萨很感恩师傅能让我打通电话。啊，师傅，我想问一个问题先啊，就是有一个同修家呢，他的福台呢在那个门口一进来就是左手的。啊，左手的这个他把那个就是本来嘛应该设在窗的那个下面啊，他现在设在那个地方，就是。嗯，师傅啊，他嫌这个佛台呢有点矮，然后呢他做了一个木头呢垫上去，垫上去之后呢就是高了嘛，高了的话那个山水画在后面不是那个已经贴好了吗？啊，就是好像要超过了这个山水画、啊、这样山水画往上移啊，就往上移是吧？啊，这不简单吗？哦，就叫他移一下往、啊、嗯，那他师傅、啊、这个同修放在这个位置当然不好了。就是啊，当然不好啊，看了就看出来了、一看就看出来不好。我就是这个地方放什么地方啊？这要放鞋子的地方啊。对的，他说还有个鞋柜什么的、啊、我说你的鞋子呢要移到外面，鞋子移到外面都不行，也都不行是吧？啊，把菩萨的位置都没地方放、哦、你看看是吧，就是一门就是一进门就是放个四个佛台左边，这样不好。当然不好了。哦，就他移到那个我说那个就是空调的下面那个位置，你说可以啊？可以啊，可以的。那么他这个空调要移走了啦？不开嘛就没关系啦，开了嘛就不开就没关系。 哦、啊、哦，开不大好。师傅我知道了，他正好要去那个弄这个事情、师傅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边有几个同学很发心，一直在帮那个同学家设佛台，他设了好多佛台，然后他们在设佛台的这个时候就是要还要师傅开示一下，就是他们还要注意些什么。第一，设佛台功德很大。嗯，过去台长经常帮人家设佛台的。哦，是、嗯、啊，你帮人家家里把菩萨请进去，你说功德多大？对的。第二，很大，设佛台能够让自己心得到陶冶，能够增长自己的智慧。第三，设佛台的时候给人家买点东西，果盆啦，什么东西啦，人家会感恩你，你是财布施。嗯，对不对啊？对的。注意什么？注意嘛，就照着东方电台那个佛台都有的呀，规矩嘛都有的嘛，就照着这么做嘛就好了。对，他们都照着这个做的。哎，好了。对的。啊、嗯。哦，师傅，还有一个师傅，我们这次不是去参加你的法会了是吧？嗯。然后呢，帮人家就是带那个就是那个慈像的菩萨嘛。啊、嗯。师傅帮。帮这些同修就是带慈像的菩萨，因为他们叫我带的嘛，就是正好有的，然后请菩萨，在请菩萨的之间，就是平时就是有同修要帮他们请菩萨，有要注意些什么，要念什么经文吗？这样子。不要的，没关系的，带菩萨请菩萨都很好的，多好的是吧？就是不要不如理不如法就可以了。哦，不如理不如法，就是菩萨在身边的时候不要嘴巴乱讲话。哦，一个。好了，不要练财。师傅。讲啊。哦，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不是县城有一个房子，以前呢请了要这个要把这个房子要卖掉了，然后呢以前请了一个大藏经，你知道吧？嗯。
然后这些你说大藏经该怎么办？送到庙里去啊。送庙里哦。啊，好了。哦。那我知道了，就送那个他，因为这个房子要卖掉了，然后呢，书房里面不要解释啦、这个，你这个人，你以后怎么上天啊？脑子都搞不清，什么事情都喜欢解释，不要解释，做了就做了，嗯、听得懂吗？嗯。好的，师傅。哎呦，你这一辈子生命有半辈子都是解释当中过度过的。对的。对的，对的，哎呀。师傅，那你说我，说说我。我无语啊！我听见你讲话，我都无语，讲都讲不清楚、嗯。你问问你的孩子，嫌你不嫌你啰嗦？自己想想不就知道了。什么事情？哎呦，啰里啰嗦，啰里，好好念经，少讲话，好好开智慧、哦。嗯。真的，我讲你，你的孩子肯定开心的。师傅。好了。嗯。还有什么事啊？师傅啊。嗯。师傅。啊，讲啊，叫魂的、啊。那个，哦，我，你等一下，我妹妹她要跟你说话，师傅、啊，对不起，对不起，师傅行吗？师傅、啊，哎，师傅你好呀，师傅，谢谢师傅、啊，感恩师傅、嗯，嗯，你辛苦了啊，哎，讲吧，师傅，嗯，我想你上次我们开始一下，那个上次你不是说我小资产阶级思想那个，停掉，然后站起来嘛，蚂蚁一大天看不到，蹬下去，哦，蹬下，师傅说蹬下去蚂蚁啊，站起来蚂蚁一大片。蹬下去蚂蚁一大片，站起来蚂蚁一个都不见。哎，对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还不懂啊？什么意思啊？患得患失，自私自利，就管自己不管别人。有时候觉得天上无限的好，有时候觉得这个人间简直就像一个地狱。这就是像你这种人，所以叫你好的时候也不要太开心。不好的时候也不要太伤心，听不懂啊？哦，哦，谢谢师傅开示。哦哦哦。谢。师傅，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嗯。梦见儿子睡在床上，那么然后呢？我叫他送我去上班，然后他不肯，不肯嘛，我说我自己走，然后我就骑个自行车走了。走了之后呢，突然又出来一个人，他说我那个鞋子1000块钱。1000块钱，那么我然后那么怎么叫儿子说这个鞋子把他送过来，那么然后儿子又说这个鞋子现在不需要1000块钱了，只要那个叫300多块钱，那么然后又那么然后怎么又一个人说哦300多块钱我那我们可以买个600块钱，怎么这个梦师傅开始一下啊，这个嘛，啊，这个鞋子啊，300多块钱，啊，后来又到600多块钱，啊，600多块钱，啊，300多块钱就买好了，啊，这个梦我讲给你听啊，这个就没有意思的梦，哈哈哈哈哈，一点意思都没有的梦，听得懂吗？是没有意思，跟小包子没关系的，师傅啊，这个一点梦不关系都没有的啦，哦，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了啊，啊，好了，还有什么事啊，师傅啊？啊。师傅，我想问你一下，我们告诉这个姐姐，啊，姐妹两个一起叫魂好了。哦。叫师不魂了，把师不魂都叫魂。师傅，你要告诉我这个人业障很重的。师傅，我想问你一下，我妹妹不是她现在在学其他那个其他的法门，那么然后我觉得你说她以后会学师傅你的心灵法门吗？哪个妹妹啦？我的妹妹。啊，你们家三姐妹是吧？哎，对的，那个是我姐姐，然后是我还有一个妹妹、哎。以前我们都是学其他法门的。你们两个像菩萨一点，姐姐你们两个像菩萨一点就不会这样了，他就会马上学心灵法门了。你们两个还这个样子，话都讲不清楚，他会学的。你看看你们，你看看你们两个人，你看看你姐姐这个脑子。那我们脑子都不行哦。你自己知道就好了，我没讲啊。嗯。那师傅，你说他以后能学心灵法门吗？一样，84000法门，只要能够成佛，都是好的法门。不要去，不要去硬拉他随缘，
他觉得你们都学得比他好了、嗯、学得你们各方面都顺了，他自然会学的，我们从来不去拉人家的、嗯、听得懂了吗？嗯，好了、嗯、对的、嗯、啊。所以我有的时候心里难受，知道吧？这么好的法门叫他学，他多呢，他现在这么好的医生不是每一个人都碰得到的。哎，对的，是的，是的，啊、很简单了。嗯，那有的人自己碰到好医生，想让医生介绍给人家，人家还不愿意呢，有什么办法了？啊，就是呀，我急呀。好了，不能再讲了。我们反正现在每天帮他念心经。嗯，好好念。希望他能一个。早点晚点。嗯、哦，对啊、哦。好吧。师傅、嗯，我那个外甥，他那个外甥的老婆啊，他梦见自己生。在脚上全身出血了，他就是查下来就是梦里啊，查下来就是得了这个要打得那个淋巴癌。师傅，这个是预示梦吗？当然了，很多人生癌症之前都做梦做到自己生癌症了。因为他们两个夫妻两个也在修的心灵法门。刚修。你说刚修嘛，他们就是不精进呀。啊，不精进嘛，好了，你什么话好的？嗯，不精进。那这个梦应该是预示梦啊。啊，预示梦嘛，他有结的时候嘛，就消不掉呀。你不精进嘛，就消不掉。你努力的，那么就消得掉，就这么简单了。那请师傅开示他几句，鼓励他一下。好了，不开示了、嗯。啊。你们不能打进一个电话，一家子这么问。哦，好的。哦，对不起，师傅，对不起。好了。好，那就这样，再见，师傅啊。再见。再见啊。好，听众朋友们，那么这个直话直说节目呢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